是 Jared。 今天我拍这个影片是因为我要分享我一个小小的梦想，曾经姓耶华过。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就是这一句话，所以我不顾众人挑剔的眼光，我跨越了楚汉相争的鸿沟，跨出我梦想中的地步。你可以走快点没有？那么小弟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飞向晴天。就有朋友告诉我了，如果要飞上晴天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坐飞机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小弟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九楼跳下来。真是的，飞机又很麻烦，又要补票，又要去买票排队之类的。我本来是不喜欢麻烦，所以我决定买一架飞机。朋友又要来了咯，他就要讲。一架飞机几百亿，你要怎么买？你卖屁股卖一世你都买不到。我的朋友都以为我笑你啊，标准没关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有一对明锐的双眼。我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，把我全部的身家投进了一只股里面，结果很嘎富乖了，我现在是发大了，算钱算得手软啊。哇你好，我是来买飞机的。你要买这么帅的飞机？当然是最贵那一种啦。我这边有两航空母舰，买吗？什么航空母舰？不要啦，太大了，我受不起啊！等等，多个白冰灯，阿布鲁猫。有没有人隐金鸡？有。多少钱？很便宜，19,900。OK， 没有问题，老板，麻烦你给我你 bank account， 等下我烧给你。你觉得死人钱没有用吗？我跟你讲，死人钱100%有用的。你试想想一下啊，你看过那种死去的人哦，有没有回来过？我介绍另外一个牌子给你，太难听了。哦，多少钱呢、啊？天菜了，我分你5,500了。我只有1.5分，可以吗，老板？没有钱啊！要不用钱。你真幽默啊！放心，钱准备给你了。大概几次会来啊？啊，很快，尽快，尽快这几次。啊，老板，这样快到啊？这个就是吗？哎，怎么这样快啊？哦，你资助我个屁嘛！我讲了，刚刚我打电话给你啊！哎 ，Thank you， 老板。各位观众，隐形战机终于到临了！滴滴滴滴滴滴！太死了！今天我们的主角绝对不是一个职业飞行员，回家压死了。OK， 现在我要介绍我的真正的主角，那就是啊，就是这个。各位与在下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已经迫不及待了要打开这箱子，看看里面那这东西到底要给把好。好，我们已经撩开了这箱子，来，这台空白机就叫做 Mavic Pro， 它是 DJI 公司引以为傲的产品之一，已经受到了网友们的好评。至于它的长相，螃蟹不像螃蟹，青蛙不像青蛙，简直中了辐射一样。不过这台公仔机，俗语说得好，管它有鸡鸡没鸡鸡，只要能够飞上天的，就是好鸡鸡嘛。我已经阅读了无数遍的飞行手册，以我190的智商加上那灵活的双手，这次的飞行一定会最棒。喂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试飞了 ，Let's go。
小弟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小弟是用肺讲话够酷够好笑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小小弟一个小小的 like， 好让我有那股动力继续拍更多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